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逃走的木鸭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堕落大陆》第三季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干什么来着？干什么来着？我发现我现在，这个小白怎么上来的？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吧？讨嫌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这期吸收第几个？第四个魂环，然后那个狗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他的那个。好像他的肉体被夺舍了，你看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发现你本身就是个 bug 一样的存在。哥，你好心求求我帮你把这只僵尸给耗掉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环了。哼，凭我的实力还需要你帮忙？可是他打我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真的是现在只剩下灵魂了，他打我都不掉血的。你是看不起我咸鱼斗罗是吧？好歹我在上一世可是可以单手单挑百万魂兽的。你好棒棒哦！开什么玩笑？要多打一些蜘蛛，那个魂骨的话，我就还差一个头。我去打蜘蛛了，我的运气还是可以的。家伙被我耗一半的血了。我觉得前期最实用的还是那个蓝银草的魂技。最关键的是能保命啊！呦，这个家伙怎么一瞬就蜘蛛来到我面前了？给我打到水里去了。给我站住！那个小白，不理他，反正射我不疼。哎，他掉了个东西。掉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我刚没看到。再喷口毒。神什么猪脑壳子的汁什么？头部的魂骨吗？不知道，我在被僵尸打呢，我等打完了再说。好，这个小僵尸被我耗死了。啪啪啪啪啪啪！你在哪呢？走开！河边。等一下，我后面几只僵尸追着，谁让你们靠近我的？进房子里来！快 TP 我！你在和我说话吗？你不是不需要我帮你打吗？我不要你打呀，你刚刚不是有魂骨吗？你想多了吧，我叫你打。看一下是什么，你把这个僵尸的腿骨给我干嘛？我觉得我不太用得上。我是头部 ,nice。OK, 就还差一个外附魂骨了，这下应该解锁了第二个技能 J, 看一下你能不能随手关门，我发现你就是故意的。哎，有只蜘蛛魔蛛之网，看一下这个技能魔蛛之网。哦，哇，你看把他们捆到天上去了。是呀，蜘蛛也在上面。这么大一张的一个蜘蛛网，这女巫就有点过分了，真的是，因为我怕你是吧？魔蛛之王，给我上去！哇，这技能好炫啊！是呀。
等会，好多小白，怎么这么多回送？快走，先躲躲。幸好我现在是零问题了。我觉得真正开挂的是你，好吧？真的，我现在莫名其妙，他们能知道我在哪里，也会追着我，但是就是打我不掉血。这个女巫真的烦。我还躲法，耶！球球，别打我！快跑起来，躲房子里面去！哼，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真够多，魔族之王，把他支上去。现在你那边安全吗？不安全，我一直在外面。呵，你就仗着被夺舍了之后肆意妄为吧。好像被我打死了。我可以帮你把怪这个移动速度。给我吃上去！哇，这魔族之网真的好炫啊！这小白有点过分了。我看到了。你施展的是凌波微步吗？妈呀，像面前的那个。这个技能反正就是向前方支出一道那个魔族网，可以把他们捆上去。是呀，挺 nice 的。是什么？怎么有只小兔子啊？那应该是我的吗？那这有只小兔子啊？在哪？哪里？在我面前，我看不见。但他受伤的声音有点像是那个小僵尸啊。我看到你面前就是两只僵尸。能不能把我一起打？你不是不需要我吗？你们真的是没点眼力见，你这人真的是。我好幸灾乐祸。能不能有点眼力见啊？哦，幸灾乐祸！这血皮你就来了。哦，我刚刚被你打了那几下都是白打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不到。气死我了！你能不能把这个女巫给她引开？好烦，我要吸收魂环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比试好多哟！戏，漂亮，失败了。这女巫还跟着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耶，这里几只小僵尸啊？非常多。你已经不是我最最亲爱的妹妹了。是呀，好，解决了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摧毁，获得经验先。怎么周围这么多怪？我严重怀疑你是把这些怪往我这边引的。没有，我帮你在打他们，你看。我感觉你在帮倒忙。远一点，我不跟你挨在一起，真的是，反倒还越打越多了，给我气得快吐了。我这魔族之网搭配那个蓝银草的第三个魂技，绝了，妥妥的控制啊！
吃呀？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个女巫我与你不共戴天，你这么多血量，我非得耗死你不可！我这暴脾气。幸运女神降临吧！成功！小屁事！十一万年的啊，可惜了。啊！啊！啊！5%的成功几率，终于是吸收成功了。鬼知道我跟古道两个人打了多少个十万年的魂兽啊！真费劲啊！不过过程是美好的，终于是吸收成功了。是的。来吧，狗子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？嘻嘻嘻，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我现在是魂尊，然后血量是两千点血了。我这什么？你看，僵尸的。我去，还是传说级的，两个都是。对啊，我们刚刚不是打了很多那种黑环的那个什么东西吗？僵尸啊，还有那个小白，还有红环的，牛啊！好容易掉落这个 ，nice。看着这外复合果，再加上这个左臂果，我现在学了2700。你不要的，你可以给我吗？通过展示。这个外附的僵尸火骨好丑啊！这像个河马，能不能再丑一点啊？我现在基础攻击力好高啊，能打出1000多点血了。你打他呀！你看，我把这个给你，诸神的左臂骨，在这捡起来。我先看一下第四魂技。第四魂技看一下是什么？ Okay, 魂环、nice. 15万年的技能，第四个蓝银囚笼，封锁周围敌人，敌人无处可逃。哇，又是一个绝对的控制技能，厉害！好，装备上了，再看一下那个昊天锤。昊天锤的第四个是大地邪神破，挥动昊天锤砸向地面，冒出无数地刺，很 nice 哟。好，先试一下昊天锤的，包括这边有两个黑环的，包括这个僵尸的那个什么外附魂骨，也多了个魂技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哇！召唤一只僵尸手，禁锢他们。还好吧，没有之前的炫酷。等一下，这个技能叫什么？我又忘记了。大地邪神破。哥，快把这个魂！大地邪神破。撤回了。哎，用错了。大地邪神破。哇！我感受到了震动。是向前方攻击，然后召唤第一次。等一下，这个小白交给我。大地邪神破。黑环给吸。撤回了吧。给我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又掉了什么。哦，一把附魔的弓。你看又掉个东西，哥哥快看，蜘蛛。我现在是魂尊，难道？你看，哎，我捡起来了。捡到了吗？捡起来了。哦，史诗的八蛛矛，我的天！你看嘛，黑环很容易掉的。哥，你快把那些黑色魂环摧毁掉，我都已经满50级了。哇，这里来了只金鱼。嗯，打死了。等一下，我切换蓝银草，看一下第四魂技，蓝银牢笼。哇，直接困住他。是呀。绝了呀，我觉得我可以封神了。是啊，之前我们打好费劲，你看现在打起好快。
请叫我蓝银皇。蓝银老老，我要把这个外附发猪毛给他装备上先，然后加速这个给你。好，看一下什么样子。哇，好帅！妹妹，你看我。你在哪？我在打这个黑皇。你看，是不是好帅？是啊。是。这个红皇都快被打死了。看一下技能。哇！你看这个技能。像激光哎，太现代化了吧！妈呀！简直不要太炫好吧？是呀。打死了。还有一个。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吸收，看是多少年呢？如果低于我刚刚那个年限的话，我就不吸收了。哎，是不是被你吸收了？哈？我吸收失败了，我刚刚吸收黑环，你都不知道我吸收多少次都失败了。来，我给你这个。这个僵尸的外附魂果，给，这可以加血量的。这边，那，装备上。来吧，咱们这期的时间也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